老外额头刺台湾，竟遭中国人围殴打断牙。台湾，所以我就这个。呵呵，大家记得他了吧？在额头上刺上台湾，去年底曾在台湾酒驾被捕的英国籍男子罗汉。台湾不是中华民国，台湾是台湾而已。台湾的名字是台湾。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个高贵的中心思想，加上额头上的台湾两字，让他到了柬埔寨一个海岸城市西哈努克度假，却被一群中国人给揍了。因为中国人对着罗汉喊中国台湾，他不甘示弱回应台湾台湾，接着下场就是就这样被客烂饭后，罗汉头被打伤，打掉两颗牙齿，另外有两颗牙齿也被打凹。台湾是台湾而已，台湾的名字是台湾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